太空战士九代 LS 版的实况开始。好，上一次实验结果发现没有声音，这次已经把声音调回来了。大陆东边，大家流进去的地方。是在这边吗？试试看吧。突然发现我好像不用固定画面，也习惯这样子的移动方式。哦，在这里吗？我先看看其他地方好了。把敌人关掉，这样子按锁起来也比较轻松一点。如果有找路心鸟可能比较好。对吧，没错，过不去。设备录影的设备是用原刚的外接的录影卡，就它这个录影设备没有办法破解 HDMI 的拷贝讯号吧，网卡讯号，所以我目前是使用 OBS， 就是实况的软体，另外截取画面来录影。不然的话，之前都是直接使用 OBS 录影，不是直接使用 OBS， 直接使用原刚的录影卡录影。也使用原刚的录影卡录出来的画面会比较锐利的，用这个录出来的画面会稍微糊一点，但是也不会差，也不会说多差了，能够接受。至少比我用录影机测录会好很多。那边有怪声音，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而且有三个奇怪的机器，还有地震的感觉。不管那么多了。去流沙那边好了，那边吧。去吧，开始救敌人。
然画面很翻，不过至少相机拨起来就方便了。高性能治疗剂。不了不了，哇，这么强直接死掉。杀虫之前也打过，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宰了。你居然会加血。进得去了吧？嗯？奇怪，为什么？要打这么多场吗？会。好几个流沙，不同的流沙。这里这里呵呵呵，やっぱり来たんだね。すべて僕の計算通りだよ。果然来了，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啊。喂，吉坦，没有什么事のジャケット。喂，吉坦，醒来啊！伊德罗斯桑加内卡，我快一呆。这不是喜德大叔吗？怎么了？这里到底是……我心里もよくわかんない。わからんけど，我也不是很清楚。罗马斗士たちの言った通りの場所に来て、勇者に飛び込んだ後は目の前が真っ黒になって。
照着黑魔道士他们说的地到说的到这地方来，然后进入流沙后，眼前就一片黑暗。从阿托瓦基奥克奶奶，然后我就没有记忆了。私もそうなんじゃけど、気がついたらこの部屋の中にいたけどよ。我也是一样，等我清醒的时候，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了。あ、そうだ。他のみんなはどうしたんだ？对了，那其他人呢？わかんない。わからんけど、無事だといいんじゃけど。我不知道，希望他们都平安。やっとお目覚めのようだね。你总算醒来了。その声は、クジャ、お前だな。这声音，クジャ、是你吧？また会えて、嬉しいよ、ジタン。能见到你啊，我真的是开心了。この野郎、他の仲間はどこへやった？家伙，其他伙伴被你弄到哪里去了？おやおや、相変わらず異性がいいね。哎呀，你还是这样子，还是一样这么的嚣张啊！仲間たちのことは心配無用さ。君がいるのと同じような部屋にいるよ。你不用担心你伙伴的事情，他们被关在跟你一样的房间。それから君たちが今どういう状況に置かれているかを教えておいてあげるよ。然后我要告诉你们目前所处的状况。哇！いくらしぶとい君たちでもここに落ちればひとたまりもないだろうね。就算是那么耐命的你们呐，一旦跌下去也是一下子就会死掉的。哈哈哈哈哈！哎妹，有啥呢？这家伙老不了。逃不了你。おっと、怒らせてしまったようだね。いや、我好像惹你生气了呢。まあ、どういう状況か分かってもらえたところで、ちょっとお使いを頼もうと思ってるんだよ。你们所处的状况我已经说给你明白了。那么，我有件事情想要你帮忙去做。とりあえず他の仲間の命の保証はしよう。引き受けてくれるかい？这段时间我可以保证你其他伙伴的性命安全，愿意接受吗？少啰嗦，少胡扯了，不再开了。おやおや、まだ分かっていないようだな。まだ分かっていないようだ。いや、你好像还不明白吗？これでも、まだ断る。え？这样子你还能够拒绝吗？うわ。しかたね、言うてやろうじゃねえか。好吧，那就接受吧。そう来なくちゃね。じゃあ外に出たまえ。这样才对嘛，那就出去吧。ちょっとすまねえが、他のみんなのことを頼んぜ。いいで、抱歉、其他人就拜托你了。わしに任せておけけど。就交给我吧けど。必ず戻ってくるんじゃけど。やぞけど、一定要回来呀。あ、分かってるさ。我知道。いやな、那我走了。你的房间。你是准备周到。三四六七八，八个房间，好像也差不多就八个人吧。一二三四六，
ここにもこいつらがいるのか？这些家伙也在这里啊。二人の黒魔道士の真ん中に立つんだ。你站在这两个黑魔道士的正中间吧。ようこそこの珍しい素晴らしい僕の館へ。欢迎来到这座漂亮的官邸来。欢迎来到我的这座漂亮的官邸来。どんな挨拶はどうでもいい。さっさと妖怪の話し上げれ。不用打什么招呼了，快点把你的你要干的事情说出来吧。随分とご機嫌斜めのようだね。じゃあ妖怪の話すとしよう。看你好像心情不是很好嘛，那我就说出我的要做的事吧。君にある場所に行って、あるものを取ってきてほしいんだ。我要你去某个地方拿某件东西。もったいぶってねえで。それがどこの何かを言えよ。要温吞吞的。快点把你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说出来吧。口の聞き方には気をつけろ。小心你的说话方式哦。僕が君たちの仲間の命を扱っているのを忘れた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な。你应该没有忘记你伙伴的性命还在我身上吧，还在我手中吧。これから君に行ってもらう場所は Weu Vale という場所さ。我要你去的地方叫做威幽贝尔。威幽贝尔。それはどこなんだ？那是什么地方？ウィユベイルは忘れ去られた大陸のシアウェイズキャニオンの南方にあるんだ。威幽贝尔在被遗忘大陆的西尔维兹看你用什么谷啊？好吧，不是很清楚，就叫做西尔维谷吧。西尔维谷的南方。そこに、僕には向きな場所なんだよ。那里是我不适合我去的地方。どういうことだ？什么意思啊？どうやら魔法に対する結界が張ってあるらしくてね。那个地方好像有张了一道对付魔法的结界。そこで魔法も使えない馬鹿な君に頼みたいってわけさ。在那里无法使用魔法，所以才会拜托还要请你这个笨蛋呢。そしてそこにあるというグルブストーンを持ち帰ってほしいんだ。我要你去那里拿一个叫做古鲁古石头的东西。どうだい？実に簡単な。お使いだろ？怎么样？很简单吧。近くまでは豪華な船で送ってあげるから、その辺りは心配しなくていいよ。我会派一艘豪华的船送你过去的。这部分你不用担心。あ、ひょっとしたら、君一人じゃ無理かもね。そうだね。あと三人の仲間を連れて行くといい。啊，也许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吧。也好，那就再让你再带三个伙伴走吧。それに誰だって自分と戦うのは嫌だろうからね。而且，这该怎么讲呢？不管是谁啊，都讨厌去跟自己战斗嘛。讨厌跟自己战斗。何でもないよ。さあ、決めたら名前を言ってくれ。没什么事了。没事。你决定好了就跟我说名字吧。
三个人，那我们就带这三个人走吧。快点啊，快点啊！慢慢打，再慢慢打。大哥，你说。もう三名は外に出たまえ。で、三个人出来吧。通路の交差している広場まで進むがいい。往前走到通道的交叉路口。那君もあの床の上に乗るんだ。あ、你也去那个地板上吧。前面那句应该是说你要的人都到齐了吧？应该是这样子吧。啊，もちろんだと思う。安心して行ってくるがいい。嗯，前面那句漏看掉了。不过应该是我其他朋友伙伴的性命，你要保证哦。嗯，所以库雅就说，嗯，当然，你就放心的去吧。なんて愚かな奴らなんだ。真是一群蠢货。在这个地方，那你回不去。好像没有布兰克，我说布兰克也在船上才对。哦，可里旺，这是可林啊，ヒルダガルデ一号なのか？这就是希尔达加尔德一号机吗？先に行かせちゃダメだって言われてるから。嗯，我被交代不能够再让你们往前走。好吧。希尔达加尔特一号机，喂，库甲は本当に信用できるのか？喂，真的能够相信库甲吗？喂，库甲は本当に信用できるのか？喂，真的能够相信库甲吗？喂，なんとか言えよ。喂，说句话啊！呀，双胞胎。何を聞いても無駄でおじゃるよ。不管你再怎么问，也是白费功夫了。我々の命令以外には反応しないでおじゃる。他们只会听从我们的命令而已。え、てめえら、プラネの次はクジャの手先になったのか？是你们？プラネ之后又成了クジャ的手下吗？と聞きの悪いことを言うでおじゃる。嗯，说的真是难听啊。こっちが悪者みたいな言われ方
哎，国家了，说的好像我们是坏人一样。啊，余計なことは考えない方がいいでおじゃるよ。啊，你最好不要想太多事情哦。仲間の命は保証できないでごじゃる。让你伙伴的性命可就没办法保证了。そもそもこの黒魔道士どもは戦争のために作られた道具でおじゃる。就底而言，这些魔道士、黑魔道士啊。也是为了战争而制造出来的道具的工具。兵器として完成した黒のワルツどもは、強い力を持っていたでござるが。当作兵器而制造的黑色华尔兹，他们拥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ここにいる奴らは命令に従うこと以外には、大事な自我と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いないでござる。但是呢，在这里的黑魔道士，则是除了听从命令之外，没有什么太多的自我意识。それにこいつら予算型は用済みになると、動かなくなるように作られているの、作られているでござる。而且呢，这些量产型啊，在用完之后啊，就不会再动了。当初是这样子设计的。こんな奴らは戦争以外に使い道がないでござるからな。这些家伙啊，除了战争是没有其他事情，没有其他用处的。そのくせこいつらは道具のくせに命に対する執着心があるようでござるな。明明是这样子啊，可是这些家伙。这家伙明明是工具，可是居然对生命啊有一种执着。给那哈纳西的国家了，所以道具は道具にしか好きないので国家了，真的是好笑呢。工具就是工具嘛。お前たちだってそんなに差がないと思うぜ。我觉得你们也半斤八两啊。今何と言ったで国家了か？你刚说什么？捨てならないとおじゃる。我可不能够当作没听到。黒魔道士たちに心がないというのなら、自分たちのはっきりした意志のないお前たちもそんなに大差ないってことさ。我说，如果黑魔道士他们没有心灵的话，那你们这一对没有自己没有自己清楚明白这自我意识的你们呢、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都是在听命行事就对了。なんか間違ったこと言ったか？我说了什么？难道我有说错吗？いずれその減らず口を開けないようにしてやるでござる。でござる。等我一天，我一定要你这个大嘴巴给带说不出话来。公開してからでは。我所以得过加入哟，你要后悔也太迟了。まとにかく俺たちは目的地に着くまで、お休みさせてもらおうとするぜ。总之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我们就先休息了。くれぐれも安全運転で頼むぜ。拜托你们好好的驾驶啊。忘れ去られた大陸、異様な大陸。大陸。地图。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要往这边，边走到上去。
这边。不错。Be you babe。In the night。Be you babe。我德文呢？Be you babe。应该也离过去那路口，这就是路口吗？阿克哟，哎呀，こんなでっかい扉なんて、でっかい門なんて、開けられるわけないぜ。这么大一道门，怎么可能开得了啊？开了。なんだかわからないけど、中に入れってことだろ。虽然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不过意思就是要我们进去吧。外面好像下大雨。お招きに預かって光栄だぜ。请我们进去啊，可真是光荣，真是是我们的荣幸。那好像是比比要穿的东西，这好像可以下去。那変な天井の物体は？有奇怪的像天花板的东西是？足元にある変な模様といいこの辺りを照らすためだけに。こんなもんがあるとは思えないな。还有这脚下的奇怪的花纹，应该不像是只要照亮这一带的东西吧？对，上面是个像灯一样的东西，往下照亮地下的花纹。木鼓励。宝箱，万能药，动。不要瘦的，很实际的，这才就是主角要装的。是。
应该是他装的是对。哎呀，忘记了，再开一下。76都是盾甲。是阿玛达拉，这颗球看起来就很可疑啊。反応なしか，没有反应。对，应该也是有敌人的，不过我先把敌人关起来，所以逛起来非常的轻松。好洗了。何かの仕掛けだ。仕掛けみたいだけど反応しないな。那是什么样的机关？不过没有反应。どこにスイッチでもあるのか？哪里有开关吗？されてるのか？能被封印住了吗？このままじゃ、いそうにないな。焼きそう。没有办法直接打开。关的也只有这边这颗球了吧。
下去。问题还是在这里吗？不会吧，卡关。什么？上面没走。还进不上。太阳了。呀，小区门不能装太阳能，那是谁给装？就是这个装置的吗？出现一个球体，布雷瓦火星，这是星球。今浮现ができたのは文字のようであるが，刚刚浮现的好像是文字。母なるテラ，母亲泰勒。読めないな。看不出来什么。どんなこと言ってんじゃねえだろ、ジタン。可不能随便说说吧、ジタン。読めるというよりは、文字が語りかけてくるような感じだな。与其说是我看得懂、不如说是这个文字好像在跟我说话吧。自分でも不思議な感じだぜ。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官不用吗？没有反应。那你看军方的阿鲁诺看不起来呢，也许有什么顺序吧？顺序。反东西他说有反应了。古代的船，古代的船。歴史为最も古いものか。历史上最古老的吗？在哪里军班噶？他们看，果然是有顺序的。战斗用的船，战斗用的船，造船技术低啊？造船技术低啊？讲述历史。这球才讲一，讲一件事情，会不会太少了？前头的迎宾西部几十克，战斗艇无敌号试作型 ，prototype 白色卡原型失败作吗？전투대인빈시브루요킨가타战斗艇无敌号无骑型现在使用され改良なたか目前使用改良型吗？初骑型，所以目前使用的是改良型，然后就是初骑型。讲的飞空艇，发光了。好嘞，铁骑马大卒，哎，消失了。哦，不行哦，阿奇玛丽，故事的开始。あれ？また消えたか。又消失了。お。栄えた頃の都市か。繁荣的都市吗？繁栄しすぎたため、枯渇、衰退の道よ。因为过度繁荣而开始走上枯竭衰退。大正期に蔵の各地に点在した都市，在最盛期散布在泰拉的各地的都市。やがてこのように離開していった。然后便如此般的衰退。なんだってんだここは。这里到底是什么？这个地方。为了讲这样的历史，盖这么大费周章的地方吗？哎，欢迎开。なんだここ？这里是哪里？薄気味悪い部屋であるな。感觉好诡异的房间呢。管面具墙上的人家讲话，なんだこいつは？这是教室。待て、何か言ってる？等一下，他好像在说什么。来后下他去了，
你的麦尼米耶路，伊西尼纳路亚右翼。来访者啊，请站上你们眼前的那块石头上吧。どうやら俺たちの意識に直接語りかけてきたらしいな。他好像是直接在跟我们的意识说话的。とりあえず行ってみよう。总之我们就去，你看吧。解放者たちよ、無視、心して聞くがよい。来訪者啊，请用心倾听吧。これは我々の始まりの文明の記録である。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文明的记录。そもそも種の衰退は我々の問題ではなかったのだ。就底而言，物种的衰退并不是我们的问题。ありとあらゆる動植物、そして春が耐えていた。所有一切的动植物，还有什么都断绝了。すべては我々、すべては我らが、あの。老卡克松啊，是应该的。一切的肇始都源自于我们泰拉星的老化。那老卡奥卡库库斯贝克，阿里托阿里尤的手段那天头之类的。为了克服泰拉星的老化，前面有字没有出现，不应该是泰拉星吧？我们想骗了各种的手段。最終的にはテラ文明の資料を集め、最後呢一集的テラ文明的精华。そして最初の試みは母なるの大陸で行われた。而第一个尝试是到母亲的什么什么大陆。しかしそれは失敗に終わった。可是失败了。この後に重要な要素が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り、対象を絞り込んだ。然后呢、我们了解到什么东西是重要的要素、而缩小了对象。缩小了对象。どんどんの尊い犠牲を乗り越えた我々は、未来永劫の繁栄をつかみ、自らに取り込んだ。经过了四次尊贵牺牲的我们，掌握到了永远的繁荣，而用到自己身上来。すべての動植物が蘇ったが。哇，马达有名盖拉子，一切的动植物都复活了，我至今什么东西还没有复活？他这个复活的书字写错字变显了，好像整款游戏都是这个字，怪怪的。今後の成果がまた来る，期待今后的什么成果呢？好成果。このテラの尊い歴史を語り継がんがため、我らは創造された。为了要讲述我们泰拉伟大的历史，而创造了我们。有一对面具都消失掉。一旦一体ここは何なのだ？一旦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俺だって知りたいさ。でも今は仲間の命がかかってるんだ。我也想知道，不过现其他伙伴的性命比较重要。とにかくそっちを優先しよう。先以伙伴的性命为优先吧。
创造出这么大块地方，就为了讲那几句话，会不会太不合理了？上面这个，这边就有电，啊，是不是电啊？反正先用电来讲好了。然后就有这些讯息出来，啊，这些讯息只是让玩家了解这个世界观吧，好像曾经。是有个叫做泰拉的星球，有不得了的文明，然后那个文明即将毁灭，但是他们想了很多方法，最后终于找到了方法，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制造出这样一个地方，来讲述自己的文明。可是偏偏这里又没有人在。头巾的莫古力不见了。嗯？さっき聞いた時とは様子が違うな。跟刚才来的时候好像不太一样，灯变暗了。さっきの星と同じみたいだ。跟刚才的星星一样的感觉呢。なんだ星がもう一つ？什么？有一颗星星？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これ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讯息啊？看不懂吗？下不去了，嗯。他们不是看得懂讯息吗？为什么不念下去？这就是两颗星球二合一，但是又不把这个讯息讲出来，故意卖关子。太危险了吧，连扶手都没有，还这样转一转摔下去怎么办？调查我一次啊，库甲诺伊给他摸诺卡，这东西就是库甲说的东西吗？那萨托伊的大一天卡埃鲁托斯鲁卡，赶快拿回去吧。不何か来る？有什么东西来了？飞空艇？啊，方舟。
停，仔细一看，你手该不会不能行动吧？因为自闭的关系，所以不能行动吗？居然会吹成浮空状态。这样子就会受伤的，不是一样防御，到底是怎样？是因为我开了无敌的关系吗？神力标，浪费时间了。那匕首还是可以下指令，不会失败而已。哎，抽到了，到底好讲。游石的碎片，拿到了吧？太苦，明天的陀螺诶，姆德拉那里头呢？也要快点回大家的那里。布鲁古斯洞，布鲁古斯，难得こんなところに閉じ込められなきゃならないのよ。为什么我们要被关在这种地方？ちょっとここから出してよ。喂，放我们出去啊！レディに対してこの扱いはないでしょ？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淑女啊？这种地方，万一想小便怎么办？一旦立ち大丈夫かな？但他们没事吧？きっと戻ってきてくれるよね？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吧？君たちのために用意したスイートルームの居心地はいかがかな？这里帮你们准备好的甜蜜的房间，住起来觉得如何啊？一旦は今君たちの命のために僕の言うことを聞いてくれているんだ。一旦目前为了你们的性命啊，正在听我的话办事情。でも僕は人との約束を守るのが嫌でね。不过我讨厌遵守跟人家的约定。我妈看你吉娃吉娃头，一头一头不露能啊，大斯奇难的哟。不但如此啊，我还喜欢折磨人呢。そこで君たちに素晴らしい死のプレゼントをしたいんだ。所以呢，我想要送给你们一件很棒的死亡的礼物。包括呢。不是宮殿の中に立派な砂時計があってね。在我这座美丽的宫殿中啊，有一个很漂亮的砂漏。その砂が減るにつれて、この部屋の床が悪という仕掛けになっているんだよ。当那砂漏的沙子减少的时候，慢慢的减少，这房间的地板就会慢慢的张开。
对我的素晴らしいアイディアだろ。怎么样？我这个主意很棒吧？那都可以の高さまにするだけで、君たちは助かるんだけど、ティタンがそれまでに戻ってきて助けてくれるといいね。只要把沙漏往回转啊，你们就有救了。但是要ティタン来得及回来救你们呢、啊。君たちの命もあと10、あと10分少々か。まあそれまでに救世主が現れることを祈るがいい。你们的性命也差不多只剩下短短的十分钟了吧？就期待有救世主来救你们了。さようなら、欲しいほどに愚かな者たちよ。告辞了。我可爱而又愚笨的朋友啊，的人啊，哈哈哈哈！誰か助けてよ！快来救我啊！さようなら。よし、本当に愚かな者たちよ。あのね、クジャのやつめ、可愛死的クジャ。よっしゃ、ここでわしが。私がやらねば誰がやるけど。好，现在我不做，还有谁来做呢？ねえ、砂時計回して鍵かけてこいって言われたから、その通りにした、その通りにしただけだけど、因为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转沙漏然后去上锁，所以我们就照做了。可是僕たちの知ってることって悪いことなんだよね。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是坏事吧。でも動かなくなっちゃうのとこれとは別だと思わない？可是你不觉得不会动跟这件事情是两回事吧，你不觉得吗？とにかく戻ろう。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就回去吧。またあの仕掛けを解いていくのか？僕まだよくわかんないんだけど。又要去解开那个机关吗？我不是很清楚就是了。基本的にさ、全部つけ全部つければ大丈夫だよ。難しく考えすぎなんじゃない？基本上只要全部都拆就好了。不要想太难吧。さあ、行くよ。走吧。全部都开就好了。脸上全部都开就好，就是这种提示吗？有倒数的，六分钟。あの鍵がさっき出た鍵に違いない。助けよ。那个锁应该就是刚才他们说的那个锁了。あの化け物がこっちを見ている間は動かない方がいいらしいけど。那个怪物在往这边看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动的样子。あ、穴に。あんな化け物にビビるとは、わしが人だったらこんなことはないはずけど。居然会怕那样子的怪物。如果我还是人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哎呀，这么难呢？再挑战一次。
好难啊。鸟游戏真是，还没摸到啊！哦，终于拿到了。天兵と魔人があるけど，有天秤，还有砝码，调查天秤，可以放三根砝码。要爬上沙漏，必须要爬，用这个天秤爬上去才行。木头做的，土做的，石头做的。铁做的，木土石，木土铁，土石铁，石铁。第四啊，好，好上去了。这样就可以了。ボイスを逆さに向ければ終わりけど，把这个反转过来就可以了。これでみんな助かったはずじゃけど，这样子大家应该都得救了。本当に死んじゃうかと思ったわ。啊，我真的以为死定了。啊，みんなも一起だったのね。哎呀。你们也都没事啊。哦，不计较他卡开的啊，你们都没事啊。嗯。助けてくれたのって、ひょっとして指導さん？救我们的人难道是西德大叔你吗？まったく苦労したわい。やが再会を喜んでる暇はないけど。啊，真的是辛苦，累死我了。不过。也没有时间在那边高兴重逢了。先ここ通った車同士の話によると、この先には何か仕掛けがあるらしいけど。我听刚才走过去的黑魔道士说啊，前面好像有什么样的机关。
基本的に全部作れば大丈夫と言っておったが、とにかく今はここから脱出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けど。他是说基本上全部打开就好了。总之呢就先逃离这里吧。どうだわ、チタンに頼ってばかりじゃダメよね。没错，可不能够只靠チタンな。チタンたちが戻ってくるまでに、なんとかエイコたちだけでここから出なきゃ。在チタン他们回来之前呢，我们得要自己想办法逃离这里。みんなでやればなんとかなるわ。頑張らなくちゃ。大家一起办的话，一定有办法的。要好好加油才行。变成艾克带路。刚才有拿到圆月炉，对，因为太阳炉，太阳炉是谁装的？别人可以装？不会吧？太神奇了！降低呀，大地居然会降一个魔力，跟防御加10的。刚才偷到的吧，废德的宫殿也扎出 Empress。Chicanos, Chinamono, Juden o Mamuri Shimono, Deo Mokonis, Chicano, Omae Laresi, Viva, Viasmae.一人抽出したまえ。从凤凰的戒指上抽出来，抽出与属性无效的力量。Bonus coding。Bonus coding。的戒指，这是装备。女神の幻覚、褒美、効果を灯したば、道は開かん。
点灯火，道路就会打开。女神的幻觉。阿库玛的心里，イカリを放す。ウコウジュは力の証。手をかざさば、輝きは失わぬ。发出光芒的妖红珠是力量证明。一手高阶就会失去光辉。仔细看，不会看的。假心 no stay 呀，节省的岁月。光を放す、老光柱は力の源、それぞれに秘めた。秘めたる力は異なる。绽放光明的妖红珠是力量的来源，各自隐藏了不同的力量。妖红珠，这边有一条路，所以基本上全部点就对了嘛。那意思是这边就对了。门又关起来了。好，不像是全部点了。这个大闪光到底有什么差别？那个像不见了。天女の巨源、すべての灯火灯さば、道は開かれる。点了所有的灯火，道路就会打开。可是点了所有的灯火，门又被封起来。啊，这边呢、啊？这边还有亮。Thank you.
刚才腰很紧张，哇，走进医院了。样子，好香，你还居然没发现。アンクレット道具而已吗？从铠甲抽出忍耐的力量，一腰红珠，就是可以拿到道具一堆。刃甲属于伊卡里纳奇卡扎林格拉斯尼伊卡里亚里特伊奇瓦托乌兹。有光的装饰窗，玻璃窗，把光打向没有光的装饰窗，就有到。蜡烛没办法点吗？
你开门的哟。这样子。我防御力加回避，看起来是属于物理型。物理型的。不过魔法回避变零也太残酷了吧。要回去。记录一下。那这次就先释放到这里了。谢谢欣赏了。